NHEG 公案在历经15个月的调查之后，报告终于出炉。荷兰安全委员会13号宣布，客机是遭一枚俄罗斯制造，但不确定是由谁发射的布克导弹击落。除了调查报告，一个由所搜集到的残骸拼凑而成的 MH17 机身也在这场发布会中首次亮相。以美女裸照闻名的成人杂志《花花公子》近年因为在网络的冲击下销量暴跌而计划转型，当中包括明年3月开始将不再刊登女性的裸照。《花花公子》这本杂志1953年由海夫纳所创办，虽然也有深度访谈，但最大的卖点还是每个月有知名女星或女模宽衣解带拍摄的裸照。杂志在70年代的发行量高达560万份。位于委内瑞拉西部，那就是亚拉奎州的山地山脉，在每年纪念玛利亚圣母的宗教节日当天，都会有一个精神仪式，信徒会躺在地上被烛火环绕。据说这种精神仪式除了能够提高人体健康，信徒们还会透过这仪式来还愿，甚至与火共舞来驱逐厄运。